朋友们好啊，擀点面条吃，这是韭菜鸡蛋卤啊。这水。来，啊。这么冻，哎呀。韭菜鸡蛋卤，哎，把那个黄瓜子也整上呗。黄瓜子有肉啊。啊。黄瓜子肉啊。有没有肉？没有肉啊。嗯，呀呀，手把的地方有点坨了，手把的地方，你等吧，不要开大火，赶紧让它，哎，我得找卤子了，这个玩意儿，卤子，手惯的太紧了，嗯。三勺、四勺、五勺，还有呢。嗯，现在应该倒吗？不要。我再倒一下。啊。二十五啊。二十五。真不少啊！哈。不少。这瞅着。这血多少天没吃这玩意儿了？这好吃，这就。我感觉我能吃不到，你现在就是能吃两大碗，就是口水流口水了，增多。哇！啊！好嘞，呀！好满，好满啊！呀，一大碗小碗呗，你也就大碗就好。但我瞅大碗好像有点太大。不大。我就放个小碗。相当不错的，先来点啊，垫垫。我咋感觉像没煮熟似的呢？差点火似的，熟不熟就算吃的。耶！要不要配点蒜呢？啊，蒜那大蒜去。蒜少了可就不行啊。对吧？哎，我瞅着面好像差点似的。你尝一下呗，差不多，很好。就玩意儿。这。不用乖。你这勺太小了。我没敢拿那大勺，我瞅着那大勺太大有点。不大。今天吃面全耽误在勺子上了。拿个大勺。要不这碗面都没了。啊。拿个大勺，中间吧，中间。快来。嗯，这勺还行，挺大的。啊，好。绝对好啊！这面条出细，正好今天。卤子不是那么咸，可以多放点。行，我吃这。这面挺好哈。面挺真好。这缺点啥呀？咸菜，辣吗？辣。
这头一碗吃一块，饿了。为什么吃面要就大蒜？吃习惯了，就是它非常好。你不吃它就感觉没啥意思似的。缺点啥是吧？嗯，你要是不吃，不是吃习惯那种的。不过咱们黑龙江人这么吃吧？那可不是。鸡蛋卤挺好的，很鲜亮的。好长时间没这么吃过了，这一年我好像没吃过这卤。韭菜鸡蛋啊。嗯。这个面很好夹。嗯。一筷子就这么多。我差不多了，嗯，太快了，差不多了，两碗，出乎我意料了，我寻思是你歇会儿，你爬上去，中午没吃，中午没吃，饿，饱了，差不多了，一会儿看看。快了，你没发现你那才几分钟吗？我吃太快，卷着气儿了。刚才打一个嗝，顺了不少。再来点儿。哎妈呀，刚才也没多少了。我寻思，你看我这一块子，差不多没了。等等，我这些够了，我吃两碗吧。不，我也吃差不多了。你就吃吧，你这两碗小啊，我还能比你吃这多的呢。你不能比我吃这，你那两碗吃两碗了。这就完事了，来，朋友们啊，剩不到一碗了，你吃吧，你吃完剩我的。我吃不下了。就你再来点，再来点。喝点汤。你喝呗。没法倒吗？倒的你能喝吗？能。好。嗯。今天我来了吧？这多是吧？我来。哎，吃太饱了。嗯。不到一碗了，这不几口的事儿吗？没事，你能吃多少吃多少，吃不了给那谁。给豆豆啊？嗯。吃这玩意儿吗？他也很爱吃。得了得。我上次给他的可爱吃了，忘了。上哪整这玩意儿啊？哎呀，我不是煮面，但是它也是面啊。几口？这一碗面条几口就没了，哎呀！哎，正好。嗯，那正好给他。嗯，给他。你可真没少吃，这大碗。吃急了，不吃急了还能吃。